化疗后手脚发麻应怎样缓解？化疗药物所致的手脚麻木程度不一，有些患者症状较轻，有些患者却不得不因此而停药。手脚发麻一方面与患者的性别、年龄、肿瘤类型、是否合并有其他疾病等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化疗的总剂量、化疗间隔时间、化疗给药途径等有关。化疗后导致手脚发麻，大部分患者症状为轻中度，多数在停药后数月或数年可以自行缓解。手脚发麻有些较为严重，可能需要医疗手段的介入。化疗后导致的手脚发麻，一般情况下可以给予患者营养神经的药物，比如维生素 B1、维生素 B12、弥可保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手脚麻木等化疗所导致的外周神经毒性，减轻症状。另外，中药调理在化疗后手脚麻木方面也有独到之处。研究显示，天麻素、细辛、延胡索乙素等中药对于化疗所致的外周神经毒性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针对化疗后手脚麻木等外周神经病变，除了药物治疗外，还可以考虑其他非药物治疗手段，包括脊髓刺激、针灸、电疗治疗等。